谁，请看大屏幕。这一位选手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赛区，叫做江米笑，来连线米笑。你好，米笑。你好。打算在半决赛演唱什么歌曲？我要演唱的歌曲叫《阿刁》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
住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谢谢，谢谢江米笑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阿刁》，一起来听一听陈贝老师的点评。啊，米笑。米笑。